还有我路上碰到的，捡到的是吧？对，感觉挺可怜。嗯，你带回家？我带回家，带家里不让养，主要是。嗯，你们医院的到吗？嗯，被汽车撞上。有人疼吗？特别疼。骨头被压坏了是吧？这边就，这边就直接肿胀起来了。骨折？骨折。他是骨折，这个小人没办法弄开。应该是被电瓶车那种压去的。直接压的骨折，他最近骨折，这边断了。这种人就能把那个正常的状态给养好嘛，然后到时候找个流浪猫收留下来给他送回去。但是应该觉得，难怪他找不起。状态你养，他现在是给你做手术，状态你想养的话，也可以放在这边养，因为现在也不清楚他的身体状况，能不能活还不还在跟你说。你这边寄养一天的费用多少？他是不用寄养，他这就算是住院了，住院护理的，就正常喂就行。今天晚上再放路边放一晚，估计就打了。没得呀，那是那个车看不着，不在吗？你说要不要考虑要不要把他救他的时候做了很长的心理斗争？那我感觉他这种状态是不是得你们这种人工喂？自己吃我估计。他这有食欲的话，他就会贴上去自己吃了。感觉他是身体上受伤部位散发出来的臭味吗？还是怎么？可是用了也是臭的。没有，那我们那时候送过来，拉了，拉肚子了，拉肚子了是吗？嗯，刚刚拉的哈。嗯，哎呦呦呦，他刚刚拉的这个，他这个还能起来、啊、他，哎呦呦，他这个腥臭味不一样。嗯，可能是这个不正常，不正常，这个不正常，这味道。感觉比昨天好像要好一些些，精神看好一点，但是要看拉稀了呀。哦，这味不正常。那是，他前天是昨天是不能正常排便的。他没有排过什么便。对，他没什么排过便。那他这次是第一次了。第一次。他现在出去就是状态很不好，很开心，不能多说什么。那他这个腿咋办呢？不好办。不好办。我说实话，不好办。要不就截肢，还那个。你就截肢，他说不定是从哪个断了，是这边呢，还是这边？两边都断了吧？是脊骨这边是出问题，还不知道。哦。嗯，说实话，他的应该是他躺在地上，那个电瓶车，电瓶车没注意碾去了。你看一下了吧？这个地方他已经在流血。这个可能是腥臭味，也可能在这发生的，也可能拉屎发生。我估计应该是那。
我估计他的生命可能，我还想着他要是能恢复好，把他带到厂里去啊，很难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他生命力已经不顽强了，不然的话够顽强了，要不然怎么就不行？他才能扛，从那里边扛过来。对，哎，医生，他咋样了？不咋样。溃烂的很严重。对。溃烂的非常严重。这个厉害也有。在上面还有。没办法。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受罪了。那怎么那个。那就给他来了。你就是在今天再撑过去一天，明天说不定晚上他还走不了。嗯，你是屁股里边那举着乱动，嗯，这个地方还有，这里面还有，这背上屁股上面还都是。